我叫蔡徐坤，我的英文名是 KUN 坤，我现在在北京，然后在北京做我的音乐，同时也跟国内外优秀的制作人合作。现在我们在 LA， 在一间我跟我 partner 的 studio 里面。我的 team 叫 Team K， 我的概念也是 K， 它是三个 E， 然后组成了 K 这个字母。E 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目标。我觉得其实上帝在创造每一个人的时候都赋予他很多东西，赋予了他成长的经历，赋予了他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属于他的审美，他的穿衣风格，他喜欢的东西。我在 YouTube 上看过一个视频，说上面的标题是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很多人在那个标题下写的是我最大的遗憾是我没有去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我没有去把我喜欢的事坚持下去。所以我很庆幸，我很庆幸，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像我这样为了音乐为了舞台在努力的朋友，可能很年轻的朋友，在中国甚至全世界。那我很幸运我能够被大家认识到，我很幸运我能够有这样好的条件去创造我的音乐。其实我的脑海里一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我自己一个人骑着单车，戴着耳机，它可能是深夜，我喜欢一个人去享受享受那一份自己独处的跟音乐的时光。其实它就像是有一个东西在陪着我，它就是在我的生命中一直会给我支撑的这么一个东西。 Make the room bigger。我叫蔡徐坤，我的英文名是坤。